澳门呢，现在就好像我的家乡一样。为什么他会学中文在澳门行医呢？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跟澳门的关系有多深呢？去买菜的时候就跟那些市场的人讲福音呐、叫人信耶稣啊，周济一下穷人。在澳门，为了教育扶贫，有人愿意默默付出，为什么呢？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尽自己的力量啊，人家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无所谓。澳门，中国南部一个发展的好快的城市，在这里有不少的历史遗物，十分有意思的，就好像著名的大三巴，原来乃是远东区的第一所大学。这个大三巴呢，实在它不只是一间修院教堂，它呢而且是远东第一所大学，有几何代数天文语言有好多科目好多东西学习的。当时的中国呀最缺乏西方这些科技知识，所以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天文历法。所以当时有汤若望南怀仁这些人也曾来到国内设立了北京的天文台。利玛窦呢也带着一些地图自鸣钟进去见一些官府甚至到北京去见皇帝。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就是呢，原来中国不是在世界之中央，原来在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中国在清末明初的时候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动乱战争，而被葡萄牙统治的澳门也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避难港。葡萄牙人声明我们是中立的，你们哪一方战争也好不关我们的事，就是这样。所以因此呢，它成为了一个后勤的地方香港也好国内也好好多人都逃难到这里，有好多精英在这里，这样呢就创造了好多隐性文化，旗下有好多音乐家也有文学家也有教育家也有科学家也有都留在这里他一到成名后呢就出去了他成为一个出处，因为第二代第三代土生土长的人呢如果他的环境比较好一点的呢读完中学呢就出外留学他回到这里呢是没有发展的因此呢他回来之后呢又再出去，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出处无论文化也好无论科技也好呢，无论经济也好它本身始终是一个所谓的澳门街一条街道而已，那就是说呢它是不繁荣的。但是现在呢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了。从地痞式的赌博而演变成为现代化的赌博，短短的这两年呢它的收入已经远超过拉斯维加斯了，对澳门的其他的建设呢创造了资源。因为赌博的税收多了，政府富有，现在唯一的困难点是呢它需要人才配套，所以呢现在你也想象不到一个4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只有20多平方里包括全部的海岛填土地有10多所大学。要配合国际化的步伐，澳门的确要大力栽培人才，而在这方面有远见的澳门人也不少，其中包括有这位成就和信誉都得到中国政府认同的蓝清文牧师。这是朱镕基的时代表彰我们对少数民族有贡献这是温家宝总理的我觉得很兴奋。
啊，能够为少数民族做一点事啊，这是荣誉市民的奖状啊，这是第三届荣誉市民的表彰啊，那么这是杨尚昆参加我们的典礼啊，这许多的照片呢都是有关我们澳门呢、啊，好多都是关于澳门回归啊，筹委会啊，跟我对国内的扶贫呐、爱心工程啊，我们多数是建学校啊、筑路啊、造水利工程，资助小孩子读书，还有老人院，办教育，扶助老弱贫困，一直是澳门基督徒爱心的实际表现。而近代一位著名的英国牧师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就早在1807年9月首次踏足中国，他除了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令中国人可以直接明白福音，他更创办了英华书院，提高华人的教育水平。马里逊和他的家人都将一生贡献给中国，眼前这几个墓碑见证了200年来一份无私牺牲的爱。这份爱不是因为一两个人的伟大情操，这份爱乃是来自创造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所以这份爱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以及时间的终止。在马里逊之后，神的爱还鼓励了好多外国基督徒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中华大地。这位是莫敬志医生，他一家来澳门有10多年了。刚刚来到澳门呢，不懂得听中文，所以呢要去学啊。太太子女呢也都听不懂，一到这里呢就很喜欢中国菜啊，而澳门的中国菜又好又便宜，所以就很好吃啊。好多人觉得呢，美国很丰富啊，为什么要来澳门呢？因为我们觉得，澳门有这样的需要啊。其实美国呢有好多的医生，足够提供服务啊，但是澳门比较缺乏。我跟太太向神祈祷啊。那他就呼召我们啊，其实我们，澳门有需要，你要前去帮助啊，帮助身体还有心灵上的医治。而家咧就太后龙先，乜大啦？啊咁啊，好啦。因为澳门的社会呢有好大的改变啊，比以前的压力大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压力大。他们的心情不好，想自杀，那么我们就介绍他们接受身体治疗，还有介绍我们的护士啊，去接见呢，去辅导。渐渐呢，过了几个月呢，身体好一点，心情好一点之后呢，跟着接受主，现在回到教会，很开心。莫敬志医生工作的协同医务所有好多来自外国的基督徒医护人员，他们致力培育本地的医生。而着重点不单只是身体上的病，还有是病人的心灵需要。有好多病人呢，他们生命有改变啊。有一个例子呢，是一个女士啊，患了乳癌，她做了手术之后呢，护士每天都去看她啊。我们的护士看病人呢，每次在事前都会祈祷。最后的一次探访呢，护士来到家里。还没进门啊，听到他的病人，好像在跟人聊天啊。进去之后问他：“只你一个人吗？你在干嘛？”我试一下祈祷。那位病人这样子说：“因为呢，你每次祈祷呢，我的心都好安静，好舒服啊。我们很感谢主啊，有机会认识这位病人，并介绍他信主。”在澳门有不少的基督徒医护人员。其中一位非常为人熟悉的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建湖医院以前呢属于民间团体组织是一间中医院。经孙中山的提议之后呢
就开设了西医。在澳门行医的时候呢，接触到，越来越觉得，中国的，腐败，所以最后都要起革命。孙中山先生跟澳门的感情深厚，其中一件较少人谈论的事，乃是他的原配夫人曾经在澳门长期居留，而且在这里安享晚年。鲁太夫人卢慕珍1885年在家乡翠亨村跟孙中山先生结婚，婚后3个月，孙先生因为要到香港继续学业，夫妇二人就聚少离多了。但是卢太夫人非常孝敬长辈，深得孙家的爱护。他跟卢太夫人结婚之后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名叫孙科。革命期间呢，他要到处奔跑，带着卢太夫人呢，也曾到过槟城，住在南洋。后来革命成功之后呢，返回澳门。卢太夫人是一位品性非常好的旧式妇女，但是没有读过什么书，她是残族的，在当时来说呢，经过这个旅程之后呢，回来之后感到不行，我没法帮助丈夫，不如隐退了。孙夫人卢太夫人呢，回到澳门的时候呢，孙中山就告诉她呀，不如你信耶稣，去教堂。所以当时有另外一个人呢，叫胡汝昌，跟随他革命的。革命成功之后呢，他不想做官，他也说既然夫人要回去我陪她回去。夫人回来之后听从丈夫的话去教堂，于是呢就来了浸信会。曾经在教会认识卢太夫人的是这位梁义常会佐。卢太夫人的名字呢叫卢慕珍家在中山的大金顶国父孙中山先生呢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他是缠足的，那么他不想拖累孙中山呢，不如自己离开了让孙中山先生去奔跑好了孙中山先生呢也常常寄钱回来照顾他，去买菜的时候呢就跟那些市场的人上面讲福音叫人信耶稣周济一下穷人缝补一些衣服他是很有爱心的，常常叫人信耶稣。陪同卢太夫人在澳门定居的胡汝昌先生，他担任国母管家的职务，也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位胡汝昌呢陪伴夫人来聚会，也信了耶稣。他觉得那时在澳门有好多水上人渔民没有书读，所以呢他就有心要造福渔民，所以呢他将这笔钱买下一只大船在斯达口除了讲福音之外呢，让渔民的子弟读书。他们两人呢在教会里受尊重，到最后还做了执事。他们两人做了执事，可以说是我们澳门教会的第一任执事。在澳门，由于200年前马礼逊从这里开始传福音，所以澳门被称为福音初治之地，而基督教在这里也越来越深入民心。马礼逊来到澳门和广州呢有200年，但在澳门呢有中国人的教堂呢都是最近100年的事了。历史记载这间礼拜堂的地是其中一位基督徒捐献出来的。这位基督徒的名字叫那里有写下的叫谢荣，他送出这片菜地呢来建立礼拜堂。这两个呢是50多年前制道堂所用的奉献箱我们看到这个箱子呢是有国外国内布道的字样，他们当时呢已经有宣教的观念。
这个看到的是呢，为一些牧者同工的生活费奉献啊，也能够看到当时牧者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就在10年前呢，我们90周年堂庆的时候啊，无意间在讲台的底下呢，原来这个讲台的底下呢是一些储物柜。当我们整理杂物的时候呢，就发现了3个奉献箱。这个用了几十年的讲台，原来下面有一间大的储物室，它的入口呢就是在讲台的后面。这里就是讲台储物室的入口，打开这里之后呢，一个人可以爬进去。就在这个入口里面呢，当我们爬进去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奉献箱。当时呢，他们买了一整套的百科全书，特别造这些柜呢去收藏书本啊。可以看得到呢，当时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好希望信徒能够多读书，所以呢，教会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之下呢，仍然花了很多钱去筹募购买图书。它是在一套文库里面，有天文地理啊，历史啊，科学啊，什么都有，是当时一套让人参考的工具书。这个礼拜堂呢，也建立了澳门最早的幼稚园，之后呢，就逐步发展到小学还有中学。一直以来，好多基督徒都体会到教育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好多教会都大力提倡办学，而且有很好的成果。不单只在本地，好多有心的基督徒还将作育英才的计划延展出去。我们过去帮助了澳门好多穷困的孩子啊，在澳门读书。在70、80年代呢，我们帮助了2000多个孩子读书啊。在80年代中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关心国内啊贫困孩子读书的问题啊。我们一直帮助了国内12000个孩子读书。这些呢都是我们对大山区里面的孩子呢住在穷困山区的我们教会呢尽上了一点责任啊。我们基督徒呢，不是说我们做了好事啊，帮助了好多的人，我们就希望将来好一点啊，将来上天堂，将来我的后人呢会更好。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呢，对有需要的人，我们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应尽的本分，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施比受更为有福，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啊。尽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社会啊，或者我们自己的同胞啊，尽一份力。人家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无所谓。我们知道，我所做的都有神知道。除了本地人，也有远方的基督徒来到澳门，培育青年人的知识和灵性。我是先到香港31年前来香港教英文。然后留在香港有18年的时间才跟我的太太一起过来澳门。虽然很多年前呢已经有马里逊牧师来到澳门传福音，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只有1%左右的人呢信了耶稣。自从1999年澳门回归之后呢，澳门的社会有很大的发展，经济上完全有好大的改革。现在澳门真的可以被称为一个国际城市，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部，所以澳门人面对好大的工作上的压力，要提升自己的质素，同时经济也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很想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啊。我们两个都是大概用了2年呢全时间上课学广东话，跟着多花1-2年呢才能说的比较流利一点呢。我初时学中文的时候呢，都很容易把事物混淆。譬如我有一次到超级市场想买牙刷，
但是我找不到。我在超市那里见到一个职员，我问他有没有刷牙呀，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如果我们想为自己安排最舒服的生活，我们就不会在澳门住肯定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服侍人或者侍奉耶稣我们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胜过为自己积蓄很多东西，只是几十年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永远的投资。200年前，马里逊貌似来到中国传讲福音，他甘愿去过刻苦的生活，效法耶稣基督服侍人。正如耶稣所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仍然有好多默默无闻的传道者，本着非尔一人乃异于人的心志留在中国，但求付出不问回报，他们流露出谦卑柔和的基督生命。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一方面好开心看到澳门的经济发展，是我们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的蓬勃，但另一方面呢，很担心现在的青少年的价值观，还有澳门的市民失去了以前那种淳朴。我相信澳门市民他们要面对呢，也是一个心灵的空虚。这个福音的种子呢，透过一个人而留下来，所以我觉得澳门这个地方呢，福音初至之地啊，带给好多人让好多人蒙到神的恩典，这是我个人感受得到的啊。现在有好多朋友在这里神都介绍我们，祝福我们好多，澳门现在就好像我的家乡一样。基督信仰核心是神爱世人，这份甚至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爱，令耶稣基督为着我和你的罪彻底的替代牺牲。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扭转了人类对死亡的绝望，因着神的爱，马里逊为中国人甘心付出一生，也有好多拥有同样心智的基督徒继续为中国缔造美好的明天。上帝这份奇妙的爱也是为你而设的，盼望你马上打恩与生命热线，或者上网 www.sobm.org 更进一步了解神爱的真谛。我们跟澳门人已经建立了感情都很需要主如果他们没有机会信耶稣就太可惜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奉献，为了让澳门人有多一点机会听福音信耶稣。Okay.